一般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都会坐在车里，但是如果一旦发现了嫌疑人我都会马上下车去追，因为腿长对跑得快，所以一般嫌疑人都跑不掉的。如果碰到就是身材高大的您应该也有一手。对，就是使用一些力量上的技巧。那今天我就想向大家展示一下如何用四根手指把剑哥抬起来。这都什么节目，这都是来兄弟们又来了又来了，这都什么项目，这都什么项目舞群有毒，他们几个人有毒，这没有什么危险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建哥您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身体正直，然后我们两个起搀扶的作用。一二三起，哇真的可以，这个是你的功劳吗？这个我们两个起搀扶的作用，搀扶的作用。